你竟然敢毁顾客提前预订好的衣服，当面给别人穿，还一副捧高踩低的模样，这就是你应该在服务行业有的样子吗？你毁坏我们的衣服，还有理了？风丹丽舍的门槛不是你能够得着的，真的是什么臭驴烂虾都敢闯进来顶嘴！快滚出去，滚出去，没那么容易！我要你跪下来。 给我赔礼道歉！对，你跪下，跪到我们家雨宁满意为止。没听见吗？你把我们的贵客惹恼了，下跪道歉，否则我就让保安来替你跪下来。让我下跪？你们不配！吵什么吵呢？这谁让谁下跪呢？让他给我赔礼道歉，让他下跪道歉。做梦！店长，就是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把我们贵客的衣服给扯坏了，非但不道歉。 还在这口出狂言，还说咱们的服务呀态度不端。店长，我真的是有冤说不出呀。这位女士，请您出去。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赶出去。